姐给他喂草了吧，喂料了吧。有点上火，还蒸那个盐食。让他多吃点青草，白活。哎呦，把你吓着了！看看长得好看吧，看看让他看看长得好看吧。一会儿咱们给他买个刷子，然后给他刷上毛。还有点神仙。不给他刮，给这个小马刮刮。刮刮他就顺溜了。来，我给他刮。看他脏不脏呢？对，给他梳梳毛，慢慢他就好看了，漂亮很了就。这样，妈妈教给你，妈妈教给你。看这样用，哎，这样给它刮刮，它就舒服了。看看掉了多少呀？往底下顺着它的毛刮，对，它都不动，它听话吧？看着小天。开始给小猫刷，顺着猫刷，闺女，顺着猫。它叫我摸它了，可爱吧，可爱吧。小哥哥，妈妈就喜欢你，喜欢它吧，你们。可爱不，他们。还能骑上这个小妈妈。现在还不能骑的，他太小了，他才几个月了。他要水。那赶紧刷。看看看他这上面脏的，赶紧给他弄弄。没事儿，你这样要顺着它刷，不，你要这样刷，这样，你看它的毛是这样长的，顺着它的毛刷，知道了吧？我刮出来了，呀，哥，它找我了，它吓我一大跳，你小哥哥呢？吓我一大跳！我想摸它耳朵，嘿嘿！我赶紧洗手。咱们今儿任务就是把它的毛给它刷好啊，又翻了，这样，对，这样刷，顺着它的毛刷。咱们今儿任务就是把它打扫干净啊。还说妈呀？啊。装妈呗。这人你看看好看不？嘿，你看这后边
都刷干净了。刷刷，我的毛可太旺了。你看它漂亮了吧？你刷了刷，它变漂亮了。你的了，你那大个，你在网上马看我说的了，你来骑上它，小孩儿嘛这一的，你骑骑的，我看，我要骑上它，从这儿，骑上，上，从那儿上，你穿上来了就，啊，使劲，哎呀，等上你晚点整个字儿，抱上去，抱上去，小弟儿的，等会儿。等一下，要还得坐一下。溜一圈。不叫他走。不叫他走。不叫他走。你害怕呀？你害怕呀？下去。鱼。放我操！刷。琪琪，你牵上，我给你录个视频，快点。看这小猫确实好看。确实好看。过来，往这儿走。你下来牵个。啊。我得牵了它。妈妈，它轻点。这，它坐不住。你看这小猫的。轻。咱这小猫真是标志。看着那个前面棕都好看，太好看了。